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北的小夫，然后我平常就是在做花式街头篮球表演，自己有组织一个队叫做 NBA， 对，然后这次很高兴来参加这个 Nike Summer League 的比赛，然后我对篮球的想法就是，我觉得篮球就是让我很放松，然后可以挑战自己，对，然后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也比较就是稀有啦，因为我之前都是被受邀到一些活动去表演啊，这次是难得来参加，就自发性来参加比赛，对吧？希望能够获得好成绩。